家好，欢迎来到梦想剧场。6月22日，一个值得所有任嘉伦粉丝铭记的日子，这一天标志着任嘉伦将迎来演艺事业的新起点，踏上一段全新的征程。为了庆祝这一特殊时刻，家人们任嘉伦的粉丝策划了一场盛大的飞艇应援活动。当风向良好时，巨大的飞艇将飞上天空，绕横殿庆王宫飞行，为任嘉伦送上最诚挚的祝福。桃花姬无人机表演惊艳亮相，家人们共襄盛举。与此同时，任嘉伦的代言品牌桃花姬也为他准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无人机表演。活动地点设在山东聊城的东阿阿胶产业园，品牌方特意邀请了20名幸运家人前往现场观摩。此次活动不仅展示了桃花姬对代言人的重视，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品牌的诚意和温暖。现场观礼，家人们享受顶级待遇。为了迎接远道而来的家人们，桃花姬安排了贴心的全程接待服务。无论是车站机场的接送，还是2天1夜的包食宿安排，都体现了品牌方的周到与细致。家人们入住的是东阿旗下酒店的湖景房，窗外美景如画，房间内处处可见任嘉伦的影子。如此细致入微的安排，让粉丝们在这次活动中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尊贵与宠爱。无人机表演绚丽多彩，夜空为任嘉伦闪耀。当夜幕降临时，无人机表演正式开始，数百架无人机在夜空中飞舞，变换出各种绚丽的图案和文字，令人目不暇接。整个表演持续了近1个小时，每一幕都令现场的家人们激动不已。这不仅是一场科技与艺术的完美结合，更是对任嘉伦无限热爱的真情表达。横店飞艇应援，家人们的热情无与伦比。与此同时，在横店秦王宫上空，飞艇应援活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住。巨大的飞艇在天空中翱翔，拉出长长的祝福标语，引得无数游客驻足观看。家人们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对任嘉伦的支持与喜爱，整个现场气氛热烈非凡。桃花姬重视粉丝，品牌与偶像共创辉煌。此次活动不仅展示了任嘉伦作为代言人的魅力，也体现了桃花姬对粉丝的高度重视。品牌方豪华的接待和贴心的安排，让每一位参与的家人都倍感温暖和幸福。这种品牌与偶像、粉丝之间的良性互动，无疑将为任嘉伦的事业增添更多光彩。粉丝的幸福感源自任嘉伦的优秀。作为任嘉伦的粉丝，他们的幸福感不仅源自品牌方的重视和优待，更来自于偶像本身的卓越与努力。任嘉伦以其出色的演技和敬业精神，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和支持。此次活动再次证明了任嘉伦在粉丝心中的无可替代的地位。6月22日的这场盛大活动，既是对任嘉伦新征程的庆祝，也是对粉丝们长期支持的感恩。无论是横店秦王宫上空的飞艇应援，还是东阿阿胶产业园的无人机表演，都为这一特殊日子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相信在未来，任嘉伦将继续在演艺事业中取得更多辉煌成就，而他的粉丝们也将一如既往的陪伴和支持他，见证每一个高光时刻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、留言、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